哥哥，今天是情人节哦，七夕情人节带我来吃巧克力。Rita 带你来吃。于是吃巧克力哦。甜点，它甜点变好多哦！啊，为什么变那么多？我上次来的时候只有一半大哎、欸！哇，我上次来的时候就有吃到这个盐之花、啊，对不对？改好大哦！都可以。那老师，那你要不要就看到那一个？你就说本来是要两个。那这个有吗？这个没有，这个是栗子蒙布朗。哦。它没有黑巧克力，所以。所以于是的甜点不一定全部都有巧克力，这样讲对不对？它的巧克力夹心也是一样哦，有这么多种类哦，而且有一些东西你看不出来哦，什么叫做一点梅啊、米酒酿啊、四季之蜜啊，搞不好跟茶有关哦。还有一个是柴烧麻油哦，给你看一下柴烧麻油，这么有趣哦。七夕的限定礼盒哦，再来看一下这个更大的礼盒，要用 QR Code 来点饮料哦，饮料里没有咖啡的选项哦，亲自上菜哦，为什么？这是什么时候的服务？我上次有这样子吗？这是什么？这个是荆棘柠檬，然后这是柴烧麻油，嗯，再过来这个是麻油焦糖酱油。我刚才就有看到柴烧麻油，你们再来试试看。谢谢。对，情人节快乐。嗯，怎样？温度很好。什么感觉？什么味道？刚开始咬哈，巧克力很香，再来有点，带点苦味。入口后微酸，有点酸了。柴烧麻油，其实我觉得麻油的味道没有很明显呢，没有进补感。对，它就是一款好吃的巧克力。哇，千层很大哎，我以为千层很小哎，千层快20公分嘞。是我们的焦糖千层。对，然后上面的话是焦糖的奶馅，然后另外有撒上我们的黑糖粉，然后焦糖酱，还有焦糖的果冻，还有一点点的盐之花去做提味。这是焦糖果冻。对，然后等一下吃的时候就是尽快吃，因为它的味道会口感会比较酥。好，要攻很酥，对不对？我看你这样切，我就知道了。糖下的千层，哇，它的千层做的好薄。千层干邑白兰地。八合蛋糕，八合蛋糕甜，然后湿润绵密。那深色的咖啡色的话是甘纳许，那比较浅色的话是一个比较清爽的慕斯，沙巴用的慕斯。对，那上面的话是薄薄的一层黑糖巧克力片，就做装饰这样。快20年前的时候刚引进，非常有名。对啊，好久没有吃沙河蛋糕。然后这个应该是它的经典，对不对？就是这个盐之花就是它的经典。它是我们的巧克力塔啦，它有两个层次，巧克力的切开的时候看到两个。层有混4种巧克力，味道比较平衡。那第二层的话是我们煮的盐之花焦糖酱，有点咸甜的味道。我来给大家看端面修。这还生巧克力。好软哦。生巧克力。它有那个东京数字巧克力的那个 feel。你看宝师傅差点跟店家借词嘞，这叫什么你知道吗？消毒水味道是不是？有没有？泥棉炭味，就是消毒水味道。哦，泥棉跟巧克力好搭哦。消毒水味道，而且它一入口，本来一入口我以为是樱桃的那一个味道，可是它是到后面扩散出来，然后变成是那个泥棉，真的就是那个雷曼的那个泥炭口味。我刚刚这样挖一下哦，而且它的蛋糕化口性也超好，平衡。虽然呢，他讲说这是沙河蛋糕，可是这其实不太像沙河，因为沙河蛋糕不会做这么细。我觉得蛮好吃的，蛮好吃的。在于是吃巧克力哦。